晚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主持啤李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首先咧，我其實問阿 K K 嘅時候咧，我話你覺得香港變成咁，咁我嗰陣時怎聽佢講咧？其實一啲都我諗住我冇諗過你會講唔詬異嘅，我仲諗住你會鼓勵一下我哋，係嘛？即係咁，但係我咧真係好天真嘅，我一個好天真嘅人嚟㗎 ，K K。其實我頭先你話咧，世事你係估唔到啦，咁你估咩大歷史家、大政治家？其實我對香港都未絕望㗎，因為如果我對香港絕望，我就唔會留喺度喎。咁但係你話希望喺邊度咧？唔知啊，我唔知啊。如果有一日我認為呢個地方我再留唔到喺度咧，咁我咪走咯。咁但係如果我一日仲覺得我仍然可以喺度生活嘅，咁我咪留喺度咯。我唔會咁多嘢諗嘅。咁但係咧喺大時代入邊咧。其實有些事是要轉變的，你哥頭先你講話大家個初心很重要，但有些事是要轉變的，譬如話，喂大佬看少啲報紙啦，各位網友，唔好谷氣啊！即係你有時就唯有係咁樣嘅啫。即係你如果唔係下下咧，因為我其實我見到而家啲人咧，唔好講香港啦，美國都係㗎，全世界都係嗰個兩極化咧。你淨係睇下今日嗰個，即係你準個大選，嗰種兩極我未見過美國咁樣啊！即係喂。其實好閒啫嘛，你換下裝啫嘛，幾年就換一次，但係就係去到咁樣啦。好啦，嗱 ，K K， 嗱，講你嚟緊呢一個下個禮拜嘅啫喎，畫展之前咧，其實我好奇怪嘅，因為點解咧？我睇資料嚇，你2019年第一次喺香港，唔係第一次啊，2019年舉行咗個畫展，個名叫40不惑，你記唔記得？記得，記得。咁我喺度諗。到2019年40不惑，我明明我睇你知道1951年出世，6、1、7、1、8、1、9，你91年都四條嘢啦。你2019年40不惑，後來再睇清楚，原來你第一次舉行畫展咧，79年係1979年，89992019年就啱啱好40不惑，即係咁你又唔係唔畫畫喎，即係先食玩下食字啦。但係1979年你嗰陣時1979年我喺香港舉行畫展，嗰陣時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嚟㗎，係嘛？好容易喎！好容易啊！我嗰陣喺大會堂翻工，係5樓上幾樓翻工，7樓有個展覽廳，咁啊有 tea time 嘅，英國人有 tea time， 嗰時有 tea time 嘅，7樓有正常嘅展覽。我翻幾個月工咧，睇到好多展覽，我香港咁多畫展嘅，咁我去打聽，可唔可以開畫展啊？可以啊，你得嘅啊，我要唔要睇下我畫咩嘢？唔使啊。咁都得嘅咩？咁啊登記咗樣冇取唔可以取消喎，要交幾多錢嗰啲錢？我得，登記嗰陣我仲未有畫嘅，即係未有畫作嘅自己。仲未有，咁要剪幾多幅啊？冇限定嘅。唔記得啦，隨便你中意剪幾幅就，佢關你咩事咧？租場地，你唔剪佢都照收你錢。佢 OK， 好容易嘅啫。咁但係佢冇問你。你係咩風格？佢唔理啊！你俾把嚟俾錢。呢個就係香港啊嘛！very good， 係咁啊，係啊。咁依家會唔會問啊？啊！依家會唔會問？我唔知啊！依家我呢次呢個問題邊度？呢次嗰個集古齋老闆係見下我，睇咗我幾幅畫㗎，一日唔夠生日，而且有我哋嚟主辦啦。本來我想租佢嘅地方，跟住佢話有我哋嚟主辦。集古齋係好出名，係集古齋，佢係主辦，中環係啊，中環。咁就係嗰睇鞋嘅，因為佢係私人，唔係政府。我頭先講話政府機構，政府機構佢咁樣唔理你，即係相對好 open。係咩？喂，呢排我睇啲訪問咧，你開始陸陸續續出現喺唔同嘅媒體啦，即係要宣傳下畫展啦。我見到一個好特別喎，我見到你探下 Ming Sir 啊，劉少明喎，你同佢個交情又點樣嚟㗎？我一日大會堂就識佢。O K， 佢嗰陣時跳舞仲係編舞，佢係成個舞蹈團嘅總顧問，咁啊，所以個個月識得佢。O K， 一傾住我傾得埋。哦，即係喺你做僆仔一入大會堂嘅時候，你就識佢啦。九年識佢，92歲咯。而家90歲。喂，好精靈啊，身體好仍然。身體好就腳力唔好，腦啊精神各方面好。O K 嘅 ，O K， 哇，你都好個，因為你同佢喺影藝界合作過。有，不過冇交接。1920年有佢咯，1920年有佢，我交接。O K， 我好似
找人殺了他，又不知道誰殺我、okay. 沒對手戲沒對手戲 OK 好了，我們不要再坐阿 K 那麼多時間了，我們看一下，不是，我們看一下 KK 那，因為呢其實呢，因為我沒有問過他的，我就不夠膽 download 好多啊。這一張應該叫封，你一個系列的叫封潤之類啦。為什麼會有個系列叫封潤、啊、我畫人體呢是來了、嗯，我在農村那段間就偷偷地畫過的，不過是照著美國那本書畫那些人體解剖啊什麼、嗯、正式畫人體來到香港跟一個英國老師叫 Peter Chancellor 在中大學外科先畫的、嗯、畫人體，因為人體是最難畫但是最有意思的、嗯、那很有生命力啊、節奏啊、嗯、那這個老師相當好的，教教下以後呢，他就叫我們去入他屋企畫了，他說我不喜歡在學校畫，而是他私人畫。畫人體最你覺得最難在哪裡？最難是表達一個人的身體的節奏、嗯、因為我那本美國那本藝術書呢，我畫、嗯、在農村畫了很久，偷偷地畫的嘛，不讓你知道、嗯、但最後呢我只記得兩個字，他的人體最終要追求他的節奏美、嗯、所以節奏是最重要的，立體感啊、嗯、無論男女都有節奏，身材不重要的、嗯、肥的人都可以有節奏，瘦的人都可以沒有節奏、嗯嗯、因為我看這張一看呢、嗯、就已經第一個、焦點就放在屁股上、嗯、女人的屁股和男人屁股最大的差差點，畫的時候是不是都是這樣、嗯、我不會特別注重屁股，我注重整體畫面，要看整體的畫面。我如果看這個呢、嗯、這個畫我第一最 catch eyes 對我來說、嗯、是那把頭髮和腰、啊嗯、反而、嗯、腰和屁股的比例是嗎、啊、但, 喂但其實這個是 你是沒有 model 在這裡嘛、畫這個這張那陣間有一 個 model， 但是怎樣說、嗯、不是真的 model， 是一張相片、okay. 但是那張、是一齣電影裡面，是一齣電影裡面的一個女演員，但 我叫她、pose 了她，畫了她，她給我感覺是肉的。這個系列有都有成十張八張畫，我都沒有一個系列、全部是人體的、1989年Playboy發表了我這個系列，是馬龍和沈西成發表，發表了以後呢我在美國呢、打開了那些畫廊。但是沈西成和馬龍應該是在香港 Playboy、yeah， 香港，但他有陣時 Playboy 雜誌見到你的畫作就在其他都發行賣，是不是這個意思？沒在其他國家的 Playboy， 我拿了去美國 OK 給他們畫廊看、嗯、他們立刻接受了、嗯 okay、全部但是兩隻壞東西竟然這些畫都可以變成 Playboy 所以話時話那時你說我剛剛看這些訪問，你說很喜歡來香港最喜歡看鹹書，初中你不是最喜歡，是什麼都看的，鹹書因為有補課嘛，大陸沒有嘛，嗯，當然有補得多一點，很正常的，即是等於90年代剛剛開始，即是鄧小平說呢、誰不改革誰下台、於是乎向錢看之後、香港開始多，其實應該93-94年的，我記得、開始多大陸人下來香港旅遊的時候呢、其實由那時候一直去到 早幾年、最好賣的其實都是那些什麼風水龍虎炮啊、風水命相啊，沒有嘛、沒有嘛，那就買咯、以前再早之前有什麼開放啊、曾明啊那些咯、okay？ 好了，那我揀了幾幅來的、可以再看、嗱呢一幅咧，呢幅特別。嗱呢一幅完全唔同嘅。嗱，我就點解我風格係好唔同？呢幅係有啲東洋風、漫畫風嘅喎、但係嗰啲用墨咧、又係我哋傳統中國嗰啲墨嚟嘅喎，即係我唔識啦，即係又好結合，又有啲西洋嗰種比例喎，好多嘢啊！我好開心你選呢幅。係啊。因為呢幅係我幾。我畫了很多關公，這張是我幾喜歡的。這張我直接一看我都很喜歡，我覺得幾幅都選出來的、你只馬的動態、關公的動態、這張呢另外有寫字的、好，我不是單單說靚女的，這幅叫每夜坐禪觀水月，有時行醉玩風花，
是白居易的一句诗来的，就没搞错、啊嗯、你没没没没玩风花吗、嗯挺得意的这个就是字啦、好啦，那今次的主题是什么？今次那个今次主题就是我画香港一百年电影历史中的132个明星，132个明星，132个。咁我哋睇幾個先啦，唔好睇得多啦，睇、幾個先啦。用關德興，啊呢個係我個大哥，劉少明，劉少明、啊，佢睇完呢張畫，我問佢我個鬍鬚要唔要再加啲白色，一啲都唔準喐，一啲都唔準喐嘅喎。佢仲講咗一句：如果你唔識我咧，你畫唔出我呢個衰樣嚟。佢話我好憎呢個角色，佢話，但我講我好中意呢個角色。佢呢個係咩角色啊？我唔記得啦。喂，但係咧，佢仲記得，佢仲記得。其實畫畫我唔知啊，你要畫形似真係唔難啊，神似先難啊。係啊，你講得好，講得好。係嘛？呢啲就係平時中意比較中意，比較中意了解了解角色啊，了解人啊，每個因為更多明星每個人都有自己特色。OK。香港嘅電影明星嘅最特別嘅地方就係每個人有自己特色。係啊。唔理你中唔中意。係啊係啊係啊。啊，佢好出嘅。係啊，佢靚仔唔靚仔都唔好。係啊係啊。佢錯。你記得係啊，記得呢個好重要。不過呢個亦都係做呢一行，即係佢好緊要一點啦。如果你真係，如果話真係你冇乜突出嘢，真係學你話齋，未必係靚仔，未必好戲，唔緊要，未必係真係係一定要有性格嘅。啊，好下一張，啊，靚靚啦，靚啊！你呢個係憑你個睇住畫，你係睇相片，睇相片係啦。靚咧，呢個應該係，切一睇就，因為我都話都唔使唔咩啦，一睇就知啦，係啊。似後生嗰時，都應該唔係好後生嗰時。OK 啦 ，OK 啦，係007之後啊。007之後開始結咗婚啦。好在，好仔啊！我唔熟佢，但係佢俾我印象幾深刻。係，幾深。喂，點解你咁中意喺嗰啲鼻同埋眼嗰度落啲藍色嗰啲？嗰個係高光，高光。眼珠咧顯得眼珠黑啲啦，眼有啲神啦。Okay, 因為我想用簡單啲嘅方法，少少中國傳統嘅白描啊。我唔係西方嗰啲素描，素描係啊。白描，白描咧。畫一張幾耐？有啲啲噶，有啲十分鐘，有啲一個鐘頭。哦。唔知噶，但係最緊要係選畫。選其最好痛苦噶。有啲我選上幾日噶，選唔到一張我心目中中意嘅或者適合嘅。呢啲經驗我哋有。不過唔係畫畫，係咧，譬如我哋睇嗰啲串流 Netflix 嗰啲啊，係咁啊睇睇咩戲咧，睇咩，搞成個鐘啊都唔夠，少係啊，選擇係最選擇最難 ，OK， 呢個世界選擇選擇咗開始咧，啊，就容易失敗啦 ，OK， 選擇好難嘅。嗱呢個古天樂啲頭髮上面嗰度咧，又有啲好似即係唔係藍色，就係好似啲墨即係水墨畫咁樣畫喎，啊，好再去。呢個應該估得曬嘅，哦呢個呢個啦，呢個林阿獨家棟啦，嚇，幾有味道啊！你有冇同佢合作過啊？冇，後生啊嘛，佢啲後生過我好多嘅。家棟都，我而家都係咁係。好下一張，啊，振宇啊，吳振宇啦，有型有格嘅，幾得意。哇！你唔畫，我哋都唔覺喎，原來個頭咁長型嘅，我都冇咁話。呢啲角度咧，呢個角度嘅問題啦，好在冇啊，鏡頭問題。嗱，呢個係阿邊個阿媽啊？阿影沈月個老母邱淑貞，唉死啦！而家我見到沈月，唔見到邱淑貞。點解女都好靚啊？阿豆，阿媽靚啲，阿媽靚啲。其實阿媽你話靚唔靚？你應該同合作過啦。冇，哦，有。有同合作過。賭神，賭神，真人靚唔靚啊？賭啊，賭神。十八靚啊！咩賭神第二集啊？係啊，賭神二。賭神二賭神第二集你做張寶成啊嘛，你有同場啊喺臨尾嗰晚。有，我有住佢對白，好多人學我添。啊，呢個女人我中意。係啊，你仲記得個對白喎？記得對白，見佢出嚟，我就同老細唔知我自我自説住話講啊，呢個女人我中意。你同阿仇少痴講啊嘛？唔記得。仇少痴啊，你嗰個角色啊，仇少痴，後來俾阿高進俾阿張發。你又話呢個，但係佢喂你喺片場真人都比我靚喎，老豆啊！其實你話有少難講，最緊要有佢嗰種味道氣質啊！都係每一個明星都要佢自己風采。O K， 好難比較，好難比較嘅，好難比較。咁你覺得咧？你自己咧？嗱，你喂咁你成日喺個電影圈入邊見到咁嘅女明星啦，嗱，你有冇心猿意馬諗住話屌呢個都溝下佢先？有冇諗過都有啩？唔夠膽。你唔夠膽啫，有冇諗過先？
諗都唔敢諗。屌唔係話，真係，因為點解我唔係正人君子，呢個係同我性格有關。係，因為點樣講？你幾多歲結婚啊？28歲，即係79年結婚。即畫展嗰年咯。1981年。哎，好嘢，好嘢，第一次發展咯，就81年就生個大女，哦，咁就合理咧，唔夠，因為點解咧？我明白嘅，你講真，男人嘅嘢，但係啲問題係你好難嘅，你揾家庭作主，我覺得工作同私生活應該分開，唔好攞私人嘅感情同工作溝埋。咁你喺出邊有冇溝女咪得咯？你唔溝明星。呢個另外一件事。哦 ，OK，明白。公司要分明。係啊，公司要分明。OK， 好啦，嗱，我哋睇下我哋嘅阿 Kiki 嘅畫展先。嗱，有張係啦，嗱，群星閃耀百年光啊！你今次呢個叫《黃錦光香港百年影星畫冊發布及原作展》啊。群星閃耀百年光，嗱呢次啊最開心，揾到吳思遠題字，係啊，吳思遠導演寫㗎，係啊，真係喎，佢寫喎 ，OK， 好啦，嗱咁樣咧就係喺2024年9月19號，9月19號咪即係下個禮拜四，下禮拜四，到9月19號下午4點就喺域多利皇后街9至10號中商藝術大廈2樓展覽廳度舉辦嘅。嗱，呢一個我喺未來嘅都會出嘅。咁當然網友亦都可以上網去揾下呢一個黃錦光群星閃耀百年光嗰個資料啦。咁啊有個開幕酒會添啊。3時3點半風後，我哋去唔去得？啲網友去唔去得？即係公開嘅。公開。咁喺就由集古齋、德勝行啦、浩志國際同埋世紀文化聯合主辦。咁我哋而家見到呢度1、2、3、4、5、6、7、8十零個頭啫。有你個畫展入邊有原作展係咪會齊嘅？原作132個，132個全部都齊，全部原作。所有嘅明星歡迎你哋。好嘅，哇！咁真係我覺得好值得睇喎。會喺呢個畫展會唔會有畫賣㗎？有。好嘅。所有嘅畫都賣。有冇啲非賣品展覽㗎？應該冇，全部賣嘅，你中意得啦。OK， 好，咁啊，大家咧，真係咧，喂，我哋係咪咧？我想翻去讀下日子先，我哋有幾多日啊？嗰度你個三日，即係星期四、五、六。星期五、六。喂，我哋係咪禮拜六咧？直情啤你晚報咧，不如吹雞，直情一齊去咯，好好讀，好好講。哇！OK， 送書，喂，有書送喎。OK， 我哋多謝阿 K K 先啦。知唔知呢個畫推畫展咧？我印象佢最深咧，就5年前，我睇個 post， 係阿四哥啊，叫大家就去呢個佢畫展咯。嚇，就係2019年嗰個48畫，係啊。我係嗰次你係展，都係人體嗰啲，嗰次多元素多啲嘅，元素多啲嘅。40年嘅回顧啊嘛，係啊，元素多啲嘅。好，我哋睇下係咪有書送啊？嗱，各位網友真係要留意一下，喂，拎嚟得㗎啦。多謝你俾我飛機，我出。梗係啦，你冇咗歡樂小姐，整條老嘢都好啊，老嘢都好過冇啊。借一兩秒嚟。係，好啊，你請講啊。識得阿啤你咁耐咧，第一次睇佢做節目啦，講咗一句半粗口，非常感動。係咩？唔係啊，其實我都可以照講啊，不過我覺得喂講粗口講場合㗎嘛，無端端咁開心學緊嘢，無端端講粗口，喂。嗱，我哋見到呢一本咧《群星閃耀百年光》啊，咁係阿黃錦光啊畫畫，我記得個陳女編輯嘅啊，哇，係好靚喎！阿大傻一睇我全部一即係我都知邊啦，嘉輝呢個係劉嘉輝，劉嘉輝係啊，哇！你揾阿張耀揚嗰張仲勁，張耀揚好啲神，哇！直情係唔係啊？我根本認得曬啦！嗱，呢一集唔認得就唔係畫風問題，我哋唔識啊，我遊敏啊。又唔係可以認到啊！認到咁我係識得嗰啲國語片明星，我得幾個㗎咋？俾你哥。OK， 喂，多謝，哇，多謝，哇，我真係咧呢一個咧，我會好好咁保存啊！嗱，咁係咪？林康正啊，正得㗎啦，阿正得㗎啦，哇，多好真係，哇，呢一個我真係永久保存。以啊畫家的畫入邊咧，嗱。咁我覺得啊 ，K K 都好有幽默感啊。其實有啲人咧，我唔知嘅，有啲人咧好自覺好自恥嘅。咁佢就未必，即係我真係我第一次識你啊嘛。有啲人未必中意咧，譬如你作為一個 artist 一個藝術家啦，未必中意用翻你，譬如呢個畫家的畫入邊咧，用翻你嗰個金槍人嗰個相喎。有啲人係會咁樣嘅喎。
因為跟張亮香港人實在太熟悉了。但是呢呢個除其一啊，其實你要係有幽默感咁玩得咯。有些人不喜歡噶嘛，因為覺得喂金槍人不是我的主要作品，佢係周星馳的作品，我個角色啫嘛。我是乜乜，有些人是咁樣諗嘢噶嘛。你知唔知呢個係邊個咧？呢個係一個公仔嚟嘅，唔係即係嚟噶嘛？係咩？係個公仔啊！我早排我喺 Facebook 見過呢個，係啊係啊。佢啊佢係大陸人發唔肯賣出嚟嘅，佢哋做得好靚喎。非法啊！喂，咁係咪佢非法唔緊要，我送翻個俾你啊？唔係，我同佢哋聯絡，佢哋唔敢同。我找人去聯絡他，躲躲閃閃的，他們有特別的渠道才知道。好的，那今天呢真的很多謝KK啦。那我們呢明天先我們看看可不可以呢就到時間一起去KK的畫展啦，是吧？是啊，芙蓉風雅一番啦。除了送書給他們之後呢，我們送給觀眾。是啊，當然啦。給啤梨哥發落。好啦，十本。十本嘛。那各位網友，來嘢了喎，十本。當然要問問題啦，因為咁多網友，幾千網友喺度。嗱，首先咧有個咁樣先，十本書入邊，如果你哋上嚟攞咧，就係冇簽名嘅，公道啦。如果你哋去嗰、那個畫展嗰度攞咧，我哋就簽定俾你 ，OK？ 咁甚至乎你可以講埋，喂，我叫我叫阿 May， 咁啊，咁啊，阿 KK 就會 May 少立之類啦，咁樣啦，上光咁樣啦，係嘛？咁係啤哥啊粉絲啊，啤哥嘅粉絲嚟，全部半價。哇！仲要嚟買書就半價，哇！我真係太過多謝啦，哇！唉，豪氣。因為我呢出呢本書咧，唔旨在賺錢，旨在宣傳香港嘅電影文化。O K。所以講唔。但係呢本書我覺得都唔貴啊，本身已經。係啊，吳導演咧，所以支持我呢本書咧，有嘢有啲歷史價值，同香港人嘅文化有關係，生活有關係。我藝術反而好次要嘅。O K， 我後邊有曬簡介嘅 ，just in case 你真係唔認得，好似黃來我啲我未必認得嘅。你太後生啦嘛。黃來嘅石衞我都未唔認得嘅。石衞左啊銀刀嘅。係銀刀左派嘅。好出名，好出名。石衞咪係好似係傅奇個老婆咯。啊，傅媽媽。傅明燕個老母咯。冇錯。係啊。啊。都知。O K。呢個就係我特登擺喺後邊對照。OK 啊，我嗱各位網友，我哋嗱買書咧就後話啦，即係你就去到響度，去到響度，喂，我哋啤梨哥個粉絲，喂，咁當然啦，你話喂我唔使，我哋凡身啤梨哥啲粉絲都豪氣萬丈嘅，唔好咁衰，屌俾夠200，咁你中意啦 ，OK？ 嗱，而家我哋送十本書，要答問題啦，當然 ，OK？ 好啦，如果咧記住攞書嘅時候喺度攞咧，就冇簽名嘅，咁但係可能我諗都要係咪會攞書展先？唔使攞書。OK， 好啦，但係如果你話喂，我想有個親筆簽名嘅咧，咁你就要移一移玉報啦，去中環嗰度攞。咁又或者等我聽日個節目講埋，我哋約埋一齊去啦。即係其實我都想大家一齊開開心心咧。即係如果就唔到時間，咪自己去咯。啊，我覺得幾值得睇嘅。OK， 即係講真，香港以後仲會唔會有呢啲咁嘅明星？我真係唔知。我真係唔知，個時代唔同咗。好值得懷念。好時代唔同好多嘢可值得懷念。你諗下而家大陸，你講到個市場點樣萎縮或者點樣澎湃，其實佢哋都仍然好中意睇香港電影。哦，香港係 true Hong Kong movie 喎，唔係嗰啲合拍片喎。哦，我順便講埋呢件事。舊年我哋謝老師，我哋上去嘅西安，係我策劃一個香港喺大西北，佢香港電影同大西北嘅互相交流。你去到嗰度先知。大陸人好中意香港電影嘅，大學裏邊有人收課，有人教課。大學裏邊幾百個人聽陳家上啊、陳劉國昌講香港電影，好開心。佢都未見過，研究咗咁耐，見到一個真真實實嘅導演過嚟。啊，咁唔止，你講漏咗個講者，嗰個咧 ，Take Place 係西安啊嘛。嗰講者有四個，仲有黃錦光先生，同埋一個謝老四都有份嘅。劉國昌，喂，我真係做足資料我先嚟做呢個訪問㗎。同埋呢個陳家上啊嘛，真係幾百學生啊！咁其實你又唔好妄自菲薄喎 ，KK。其實唔止大陸嘅喎，其實香港電影喺嗰個時代係一件事嚟嘅，真係一件事嚟，世界影壇一件事嚟㗎，好值得懷念。嗱，老實講，我就餘生也晚啦。但係我聽翻我即係過咗身嘅爸爸媽媽啲長輩講咧，你好似郭蘭啊、白光啊，佢哋都係一時，都係真係都係當其時，即係國語片時代六十年代咧，邵氏嗰扎。
好難取代啊！好難取代。往來啲戲好都不得了。係啊，各位。嗱，我哋嗱各位網友嗱，記住啊，嗱講清楚啦，一答問題，答得最快嗰十個咧，就獲得一本書。好啦，你想留名要話 KK 簽嘅咧，咁你哋答啱咗，我哋覆咗你之後咧，你留名啦。OK， 好啦，問條問題。嗱，各位網友，嗱，請問你，黃錦光阿 KK 啦，金槍人，佢喺70年內。由上海去了哪一個地方的鄉村，下放到哪個地方的鄉村呢？一 A 安南B 新輝同埋C 安徽。嗱，有冇我冇講錯？冇講錯，有正確答案喺度啊嘛！我驚我答正確答案都冇。A 安南B 新輝C 安徽。嗱，最快答啱我十個，咁就獲得呢一本《群星閃耀百年光》啊！喺度答先。84811079啊！你個答有鬼用咩 ？WhatsApp 嚟84811079。嗱，今日同阿 K 食傾偈好開心啊，因為佢係一個我哋其實真係熟悉嘅人嚟噶嘛，由細睇到大啊嚇。天神村，你講呢啲嘢，喂，嗱，答呢個冇用噶，答84811079。咁啊，哇，我淨係睇賭神同埋，我今晚翻去睇埋新呢一個啊火燒紅蓮子，因為睇個故事我覺得好正啊，佢應該係改編《江湖奇俠傳》嘅，係嘛？我淨係睇，屌嗰少少情節，跟住我唔肯定，即刻上去揾翻，果然係改編。啊！《江湖奇俠傳》喂，我哋個年代有個好處啊，基基嗱，我1967年出世，即係我70年代大啦。你嗰陣啱啱落嚟香港，你記唔記得啊？嗰陣時香港啲報紙咧，仲會有啲舊，仲會有啲民國啊，或者上海嗰啲老鬼寫嘢嗰啲咩博篇小説啊，係啊，陳大陳展之啊，你嗰陣。於是乎，我哋咪會仲吸收到咯。而家後生嗰陣，我覺得就冇咁幸福啦，冇嗰啲嘢睇啊嘛。啊 ，OK， 嗱，今日好多謝基基啦 ，OK， 咁啊，開心。好開心，我真係好開心啊！咁啊，睇下有冇機會咧，即係啊，我哋十會再見啦，有個畫展啊，會見到面咯。好，今晚係咁多啦，拜拜。拜拜。